大家好，我是 Grace， 今天我要教大家梨花颂的这个表演和身段。在我教之前呢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唐云坟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 Grace。 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《梨花颂》的第三句，此生只为一人去。梨花开春带雨，梨花落春日泥，我们的动作是在这里。完之后唱此生，这个我们是慢慢回来，因为我们的动作要有衔接，不能往上停，就换成那个另外一个动作，是这样子一个动作的时候，此生要情，你的此生，你这一生都是为了这个李隆基。此生只为，这个时候换到一人，就代表这个皇帝。此生只为一人去，就他心里边，你心里边要有这个情感，就是，哎呀，我一生就为了他一个人，所以是。
从这个动作以后，此生慢慢变，只为收兰花指了，一人去，此生眼睛慢慢的看中间的舞台，手开始往回收，降，看中间，此生只为换手，要，哎呀，这一个人去了，就为了他一个人，这个手还是搭住，此生只为一人去。